最近一直忙于筹备巡回歌唱的 Eason 陈奕迅，呢日难得抽出时间在香港同数百歌迷聚会，向来搞怪的他就话好耐冇见啦。好正啊！见咗咁多人，对上一次系 Zoom 咯。大家都大个晒咯吓。认唔认得啊？认唔认得啊？佢哋一早嚟咗咧，就系睇住啱啱即系嗰啲演唱会嘅 encore 片段咯。我都有看啊，我有看翻啊。我做完之後就演唱會，係咯，完咗之後我就自己一個看翻曬嘅，一次過睇咗兩個鐘喎。有你哋有冇試過啊？Eason 下星期就會在台北小巨蛋開七場演唱會，八月底就展開北美六站巡迴。搶不到台灣站又去不到北美的歌迷就問 Eason 有沒有其他近一點的站，例如傳聞中的澳門啊。我你沒有看過，那遲些可能有近一點的地方。台灣見啊，台灣都近，台灣都近，有些更近一點的。哦，有些再近一點的。有傳聞是說我不知道，有傳聞看到不知道他人聲給我什麼，想不想對這個傳聞說兩句？傳聞的通常有個傳下，傳下先，我都不知道不會的，怎麼會不會做啊？我五分鐘回來要再做，應該就不會是 Fear Dream， 因為太久了。那有沒有人是接下來會去台灣的？哇，謝天意而已，好久沒有去台灣了，順便看看 Eason 的 show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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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謝你哋每一位有份參與嘅朋友，係啊，我都好少機會見到咁近距離見到你哋，有啲係第一次添，咁啊好開心，我真係開心嘅，我會開心好耐嘅。好嘅，我將呢份開心帶到去台灣，係啊，去到台北，叫做七場，本來有啲緊張，而家唔緊張啦。哇！攞曬佢哋啲力量，好嘅。啊，咁啊，你哋自己知啦嚇。但陳奕迅你話，咦，做得幾好喎、啊？梗係啦，我有份俾啲力量。我都係，我都係好嘅。